用缄默来容忍误会，用温和来容纳冤屈，需要何等的宽大。试验基督徒最好的方法乃是说他的坏话，因为这是一把锉刀，立刻能把他试验出来究竟是镀金还是纯金。如果我们能知道我们的试炼下藏着祝福，我们一定会像大卫一样说，由他咒骂吧，或者耶和华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，就施恩于我。感谢神，他给了我们他自己的窍，一个被骂不还口的灵，一个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的灵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。